秦西老师，听说今天有五只涨停板呢，想了解吗？当然喽，看节目喽。欢迎投资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标股女神刘云熙、刘副总、刘老师、甜心老师，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来，亲爱的好朋友们，盘整盘出标股，盘势呢？哎，你觉得每丁每当就这样子整理整理，但是呢，盘面下的标股，哎呀，波涛汹涌啊，就如同老师的新造型一样，炸翻天了！来，标股女王给大家的股票不容小觑，真的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的这一档呢，吼吼吼，雷虎式连四。拉四越关越大尾哦，猛虎出关，果然涨势不容小觑。那么再来，还有华府迅联九豪涨不停，今年甜心已经给大家七只的长辈股了，铁公还有蛮多不乏是涨停板的股票。老师，哦，对啊，今天会员股票好几档涨停哈，恭喜会员好朋友，您任何时间来哈，投资好朋友来找甜心老师，老师就是想尽办法让你在股市当中赚钱、赚钱、赚大钱，真的是要行情盘势都在甜心的，来来手伸出来，掌握之中了，不管是涨停板涨不停，小朋友才选。我们全都要啦，老师，感谢甜心，赞叹甜心啦！老师，你的新造型好美哦，欸，真的很美耶！我跟你说，我每次都会回会员，那是因为我的股票飙，你才说我美啦。没有没有，除了人美心美之外，股票更美，头发造型更美。来，股票我们一档一档讲哈，你看到今天的盘哈，其实来15963，好，距离前高10点，是的。这个盘我等一下再讲，好好好，我只是要告诉各位，你看到盘势都如妍希对呀，先前预告的是 ，but 我是不是早就帮你擒贼先擒王咯，一个族群一个族群来看，你看到军工今天好恐怖哦，对呀，好强哦，老师，军工全部喷出哎，是啊，你这张字卡看清楚哦，我不是现在才讲，古牛去年的11月底，我一直告诉大家，跟越早。哎，赚越多，在我旁边跟越早赚越多。为什么？啊，你看哦，雷虎在喷，是汉翔是近期才喷的，没错，汉翔是里面最牛的哦。Hey, 我之前讲过哦，全讯是里面哈，股本比较小的， 是比较活泼，筹码比较集中，我都讲了。有的，你看到军工今天喷出，有啊，好恐怖哦，老师，那个雷虎啊，你讲后啦。来，我为什么说跟越久赚越多，你看 K 线很清楚。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去年我们买的时候最便宜，最便宜。21块，我告诉你呢，我告诉要修修，哎呀，我告诉修干虾米嘞，买萝卜一样，哎、欸，真的好便宜了，哇，老师，你21块，去年可以做到49块，可以 啊。然后呢，在盘整、盘震荡、盘整、盘震荡，我帮你换 JPP， 对不对？有的，换 JPP 以后呢，雷虎干嘛？再回来买嘛？是啊。那我问大家，这个很重要，你21块买，之后我今年又要叫你45块买，对，如果你对公司不够了解，你敢买吗？不敢啊，你一定会像一般的投资朋友，老师，你这个都涨一倍了，你还叫我买？对啊，都涨一倍的股票，你还叫我继续买哦？哇，结果不小心现在股价两波操作翻3倍了，我的老天儿啊，赚到欲罢不能了！再次恭喜啊，越贪越贼的啦！有没有越赚越多的感觉就是好？哎，有啊，就是舒服哎！我不只要涨停啊，我还要涨不停哦，绝对要的啊，还动不动可以涨停板。你看到我的电动车有没有涨不停？有啊！哇，老师，你那个连雨哦，一直关。欸，一直喷，越关越大尾，一直关啊，一直涨，怎么这么恐怖？啊，好赚欸，哇，老师，你买在26，好便宜哦。过年前叫大家锁金库，别人过年叫你清仓，嘿娜，我叫你买好买满一张哦，都不卖哦，毫无悬念哦，爆股过年哦，我还叫你贴狗妈贴，记不记得？有，每年过年那个拜狗妈都要好好的讲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，是这很重要，没错。再次恭喜会员跟上甜心吃香喝辣的辣，看到连雨很喷，我说啦，电动车进入战国时代，战国时代是什么？全部鸣枪齐跑跑，大家通通要坐电动车。华福是不是坐电动车？是啊，别人10年磨一剑，哎，他30年磨一剑。老师，今天华福最高来到100了，已经变百元俱乐部了耶！来，
会员站出来，通通帮妍希做转正。我之前就讲过，它的价钱会三位数。有，我不能讲那个三个字目标价嘛，对不对？欸、但是会员都知道了、啊。对，我去语音讲可以吧？我可以关起门来偷偷说，会员都知道。你是不是、哦、越早跟爱赚越多啦？老师，你去年33买、欸，哎、啊，对耶。然后呢，四字头还叫我加嘛？嗯，我问大家，是我同样一样的操作。好。为什么我去年敢赚一趟、嗯、然后我今年我还敢加码，当然啦，那我如果对产业不够了解，我能做这种事吗？当然不能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我的操作的细节里面、嗯、看出我对各位用心的程度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个很重要。再来，哇，老师不管军工也喷、啊、电动车也喷，电动车也喷，生技，生技记不记得我的宝瑞？有啊，双涨倍股啊，宝瑞我说很喷 CDMO 的概念嘛，啊，再生医疗我说今年也是很拼，要去通过法规嘛。那我问大家，你有没有看到1784迅联？老师，我天天涨哎、欸，我天天赚，我天天的金库都变大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金库是加大加宽再加深，都创高啦。有没有带你滴滴的买？有，滴滴有没有带你滴滴的买？喷出，有，所以这种感觉好不好？当然好哇、啊，老师，你就是新朋友、老朋友都是赚，乌啦乌啦，来哦，被动是。有没有新朋友？有训练有没有新朋友？来，新朋友九条好汉的九号哇，一样赚。被动这个概念为什么哈被动这么强？我说这家公司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他要干嘛嘞？他有牵场利益嘛？是的，牵场利益这个很特别哈。老师有特别在上周告诉大家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想讲了，再来。今天还有谁？今天的盘怎么这么强？资安有没有强？资安好强哦，老师。老师，资安怎么这么恐怖啊？哦、这张字卡给我看清楚，资安的字卡吗？对。我说资安及国安、是我不是现在才讲的。哎，三月八号，三八妇女节那天，我要大家，我不是说今天涨停，我想要跟你讲，我是要告诉你，我帮你用心的程度，资安及国安，对的。那现在呢？为什么今天资安的股票全部喷出？因为资安法现在在赶进度，重复一次，资安法在立法院在赶进度，是啊，是不是就喷了啊？对，就喷了耶。所以我说后，你对政策的概念要非常的了解，政府加持是的概念。我问你啦，你看我军工那么喷，对呀，是不是政策加持？对，政策加持。对，储能前面那么喷，也是政策加持。生技，CDMO， 哎呀，再生医疗啊，是不是又在立法院拼？也是政策加持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那再来资安跟国安，哎，也是政策加持。既然这么多政府有加持，因为预算有增加嘛。嗯、哦，对。那我问大家，这不是选举行情？不是，什么是选举行情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老师都直接先帮你擒贼先擒王了耶！我问大家，是不是现在你感觉到选举行情鸣枪起跑喽？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的。好、哦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到资安，来，我们今天讲资安，老师，你选股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你整个族群抓给我，今天整个族群都喷出去哎、欸。是啊，但是我说过，你要赚长辈股的好朋友、你是不是要有耐心？要过人的耐心呐、啊。这个看不出来很会洗，我让你看这只有没有很会洗，超会洗，洗破线，哎、欸，还特别洗破线让你崩溃耶。他没有像2482连雨都越洗越喷，越洗越喷哦。对啊，它是在五日线轻轻涨上去的，所以。我问大家嘛，我觉得像这样的股票都没有破线，是不是你抱得很安心？长辈、长辈再长辈，对呀。那我问你，林群洗破线是不是很害怕？真的会很害怕。来，我这里要讲哦，你看哦，很害怕，很害怕，一直催老师换股哦。啊，换股完是不是喷出去？哎呀呀！哎呦，是不是头很痛？哦，对。那我这里要讲，你会催换股是因为你底气不够，没错。那你会底气不够是因为什么？来，耐心不够，耐心不足。我一直强调，你今要赚长辈股，是。你看连雨，我可以过年讲。讲到现在，啊、雷虎我可以去年做一波，今年再做一波，是的，是不是都需要时间？当然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了。股票成为标股，又成为大波段，大波段的标股需不需要时间？当然需要时间。好，那我问各位，资通像这种概念这么会洗的，如果你底气够，对，耐心够，是，资金又大，对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会底气够？因为前面都赚啊，对呀，还有老师，你的创意我也赚，对，你的宝瑞我也赚，也赚，你 JPP 我也赚，当然，雷虎也赚，是我底气很够了啊，我本已经翻两轮了啊，对，我本已经翻两轮，我放着给他洗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啊，所以啦。有没有很清楚？清楚明白。你今天想要大赚特赚的好朋友，你是不是底气够？对，耐心够？要。还有呢，跟着妍希身边。
跟紧紧，哎，对对，没错，赚越多这很重要，所以你会觉得哇，既然我底气大，我有耐心，像波段股，会不会很难赚？不会耶，跟在老师身边怎么会难呢？开心啦，今年到现在哦，才四月，对啊，四月份的时间，七只长辈股了，有的，我也讲了我的。储能还没放进去哦，对，储能还没。老师的格子真的没搞啊啦，所以我今天要给一个，我要讲一个很特别，就是好好好，我一直说耐心，耐心，耐心，你耐心大绝对赚得到嘛，当然，对不对？会员都知道，清清楚楚嘛，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，如果你是有耐心的，这是前提哦，底气又够，然后呢，又想赚像这样长辈再长辈的股票，没错，我说了嘛，你一定要给我时间嘛。当然，我不是一天可以直接成为长辈股100个百分点嘛。No， 一天是无法到达的。好，如果你资金大，如果你耐心够，如果你底气跟我一样够的好朋友，我今天特别针对会员，我给一个升级的。特殊 special 的企划案，好的，特殊 special 的企划案哦，这是特殊来处理的哦。对，想要升级的好朋友们呢、哦，来想要大赚波段标股的波段大赚的好朋友们，一定要赶快想要拥抱标股的，想要拥抱获利的，尤其是那种大波段获利的好朋友，一定要跟紧甜心身边了。这次真的是 special， 我第一次遇到，第一次听的，哎，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的耶。我们大资金想要呢，哎。拥抱大获利的，对、哦、你就要过人的耐心，你还要拥有呢能够驾驭长辈股的能力，赶快跟紧甜心老师，把握这一次的优惠赚活动，广喜没有给大家，赶快打电话咯。欢迎您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千万不要电话拨通了没，这一次的赚活动真的非常的特别，我仅仅是好几百，不想赚太少的，不想小赚的，一定要跟紧甜心的脚步来，因为你任何时间来真的都不嫌晚，晚的是你从来都不敢开始。我们常说、我们常听老师说，想要呢，哎，赚到了长辈股，你必须要用过人的勇气，对不对？除了刚刚提到了你有耐心之外，你还要有底气，然后呢，你还要有过人的勇气，这、就是想要赚到长辈股，你必须要获得的这几个要素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，你没有办法像甜心这么有。过人勇气跟霸气的好朋友们，你一定要跟紧这次的赚活动了，特殊狮倍秀的优惠 for 我们的升级的，想要拥抱大获利的，拥抱大标股，这个要讲哈，你想要赚的多，对，你想要赚长辈再长辈的，没错，是，还有哦，持股不想太多档，哎，没错，重复一次哦，持股不想，老师你给我一只就好，嘿，来，这里真的要赶进度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讲上半场，我讲了老朋友赚嘛，对不对？啊对啊，老师，你说老朋友、新朋友都是赚，那新朋友嘞？来，新朋友嘞，我先放大盘给你。来，好，大盘今天有大涨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这一段时间我只告诉你越盘越高，越盘越高，啊、没错。那我问你，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不敢进场，不敢。重复一次，你是不敢进场的，你也会。害怕到底该买什么？没错。那我是不是一直强调你要赶快来？是，我有大赚波段的，有，我还有持续插秧的，有的。插秧，插秧，记不记得？当然记得、啊。今天我们来看插秧插什么？好啊，老朋友、新朋友都要赚嘛，一定要的啊，对不对哦？来，5488，今天亮灯涨停板，超级强的。天哪，这到底做什么？对呀，铜价它会涨、电动车它会涨，高速传输、三 C 用品它都会涨，它都有份哦。再次恭喜会员，跟上甜心又赢在起跑点了。还有啦，阿根五哦，还有谁？今天2460建通老朋友亮灯涨停板。哇，老师，你的股票怎么这么恐怖，而且好便宜哦，啊、想买多少都可以买。哎、对呀、啊，好，也几个铜板股而已，铜板价而已。还有哦，哦还有、哦、我事先预告的哦，隐藏版的，隐、藏版的，这叫什么？隐藏版的军工概念股，今天差一点点，一样。喷出啊！大涨创新高，5371的中光电老师，我是不是在你看到大盘会害怕的时候带你操作？没错，哇，直接拉开成本的感觉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获利已经奔跑了，这叫想买多少由你决定。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任何时间来是我都会想办法帮你赚。
玩的是你，我们先预告一档好了。真的吗？建通你一定记得嘛？啊，记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师，你建通前两年跟敦泰后同一年同梯的，是建证神通，你赚来15到40哦，有的我都背得起来哦。有老师，你建证神通好会飙哦，真的。那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黄金雨漫天落下，黄金雨记得。我先预告。好，拉回来。我说我的节目很优质，我的功课做的绝对比你多。对，为什么这样讲？来，我看到大盘今天才涨10点，对不对？哇，大盘的量价很漂亮哦。嗯、然后呢，妍希今天已经告诉你，这个选举行情已经鸣枪起跑咯，军工在涨，资安也在涨，生技也在涨，通通跟政策是有关系的股票，通通在动，有这个会非常恐怖。是我上礼拜已经告诉各位，国安基金退场，你不用害怕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有。我今天再给你数据，好、哦，看大盘。好的，我说过这个盘很漂亮。嗯，你现在看到大盘后，一样是越盘越高，是一样是。妍希告诉你的，那很多人就会说，老师，我之前12000没有跟你进场，我13000也没有跟你进场，哎呀呀，我15000这里我真的来得及吗？嗯哼，我用另外一个观念给你，好，来，我们常讲，我喜欢干嘛？我要抬轿，我让外资抬轿，对不对？我常这样跟大家讲哦。是，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数据，今年1月到3月，你要知道的是，去年外资是从年头卖到年尾，对不对？嗯、没错，今年的外资才开始买，对不对？嗯、但是你要知道，今年的1、2、3月，就是换句话说，首季的外资已经净汇入台币。折合台币啦，是138亿美元，折合台币是4222亿。换句话说，一月到三月是净汇入哦，净汇入是还没买哦。对，我只跟你先一个观念，外资今年已经汇4200多亿的新台币回来，钱已经先进来了。好，但是你去看买超，外资从一月到现在的买超才买2200亿。换句话说，重复喽，重点喽。换句话说，还有2000亿没买。对呀。热钱怎么还这么多？哎、欸，是哦，而且还有2000亿没买。嗯，那我问大家，我一直强调今年干嘛？我就赚外资回补就好了。对，记不记得？有，我没有改口过哦。Uh-huh、那你现在要知道了，还来不来得及？当然来得及，當然來得及啊、因为干嘛？外资会帮你抬啊。是的。这很重要，所以现在你说我来不来得及？当然来得及。再看到去年好了，去年你在最低档，那个十月的时候，你问我老师很害怕，很害怕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当时指数在12000，我叫你再害怕，你把钱全部换到什么？台积电，台积电上面，然后换到创意嘛，有换到深瑞嘛，有是不是？还有华福，哇，股票大喷，是啊，喷出去以后，12月台股整个在跌，嗯、哼再回落，嗯，老师，台股12月都在跌，之后还有行情吗？没错，我帮你换谁？5284啊，就是 JPP，、啊、是不是 JPP 放到现在也长辈股？有的，你要不要有过人的霸气？当然要，这很重要哎、欸，嗯嗯，来，12月再跌。我换到 JPP 是赚翻了，没错。过完过年前，嗯，很多人在清仓。我说干嘛 ？JPP 抱着，是联宇抱着，记不记得？有 JPP 抱着，联宇抱着，来2482到今天还在喷，还在创新高，哇，好恐怖哦！你说有没有行情？有过年前来，我也告诉你有行情。嗯，二月、三月台股在震荡。我是不是说老朋友、新朋友都是赚？有没有看到联宇？有。有没有看到普安？有没有看到雷虎？是的。有没有看到九豪？有。有没有看到华福加码？有的。哇，好恐怖哦！然后呢？上个礼拜你又说，老师到底会不会赚？到底来得及吗？是。有没有看到5488？有的。有没有看到2460？有的。我们的建通涨停，恭喜会员。撸探撸贼早就赢在起跑点了，所以建通朋友今年才7个，为什么说才7个？因为今年现在才4月份哦，已经超越，我可以说已经超越去年的八仙过海长辈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长辈股已经是超越去年，而且重点现在才四月份。老师，去年的八只长辈股是从5月份开始帮大家集起直追，今年从头就开始追，从头就开始追了，一开始就是时速直接200给你哦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来跟紧甜心的脚步，想要拥有长辈股，想要赚到长辈股，你真的需要过人的勇气，还有耐性，哦，还有呢，你的底气要够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兼具这三大要素，你一定要赶快跟紧能够带您赚到长辈股的老师。来，今年度7只。
七只长辈股，我们还没有算到其他的哦，其他的还没有加进来哦，还不想放，还不想放。你看这么霸气的老师说还不想放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来都一定来得及，想要波段拥有大标股大获利，你一定要跟紧脚步了。特殊的优惠赚活动，赶快哦！想赚大的，想赚狂的，想赚猛的，想拥抱大获利的，把握这一次的我们的特殊优惠否升级的好朋友们，直接电话来做拨通喽！节目现在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天天都是赚喽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